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唯一机会。我们往折叠时空武器来了，我们来了，还没结束呢。你的方向正确，继续前进就对了。但折叠时空武器周围的反攻击防御系统太强大了，我们在地面布置陷阱遭遇困难，简直无计可施。架中还有最后一具先锋，我要调出资料核心，准备让泰坦降落。库伯，你的泰坦好了，准备好就呼叫，等待泰坦降落。 骇即刻！库伯，我正在对 IMC 全力开火，但还是无法阻止折叠时空武器。你必须进入控制室。布里格斯指挥官呼叫所有战斗岗位，我要你们火力支援库伯和 BT， 尽全力掩护他们。收到，执行中。库伯，到山坡上，我们掩护你。 追踪目标，开火！我们紧接近。库伯，我们在前方追踪布里斯克和斯隆，胜会在他们手上。继续前进。我们必须全力阻止 IMC 启动折叠时空武器。如果失败，反抗军的航母系将会被摧毁。准备折叠时空武器。开启折叠时空武器能源系统。启动瞄准反馈。 目的地射程反抗军星球哈莫尼达到前了，布里斯克，瞄准系统启动，哈莫尼达，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了？哎，念念不忘当英雄吗？他是你的了，慢慢享用。我有说过要抢救吗？这个免费奉送。 目前折叠图已捉。没那么容易逃生。我在你的抬头显示上标好坐标，撤离点可能在空中，这边没有可着陆的地方。而且如果我飞越这片狼藉，你最好准时出现在那里。田玉，快走！我在追踪你，继续前进。 看到了。